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好，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将整个这个后台管理界面的首页呢制作完成了。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就来制作它后面的这个用户管理的界面。那么这个界面的话，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分析一下。这个界面呢，这个顶部的这个导航呢，是和我们这个全局呢通用的。然后呢，在导航下面呢，它就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显示区域。那么这个区域里面呢，它是分左右两栏。那么 使用到我们的这个三格系统，那么左侧呢是占用了两个三格，然后右侧呢是占用了十个三格，然后在这个左侧的话，它是使用了一个这个列表哈、啊，用了用了一个列表，然后右侧的话，它是用到了一个这个页面的这个标题以及这个呃、啊、l e v i s table 啊这样的一个效果来制作的这样一个啊显示效果，然后下面的话是这个什么呢？是一个这个表格 table。 然后再往下的话，会有一个这个下一页，对吧？那么这个呢，啊，看了一下啊，不是很难，对吧？很简单。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制作。我们打开这个编辑软件呢，找到这个 URL list，然后呢，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导航下面呢，来加加我们的内容。首先的话，这个主要的区域，对吧？主区域的话，我们先给它设置一下这个 DIV，然后给它一个 class 等于这个 container，然后呢，给它一个 D R D I V。 啊，div 等于这个 class 呢等于这个 row。好，左右分栏，左侧为两栏，对吧？左侧为两两个三个系统，那么所以说给它一个 c u r 杠 class 杠二。好，然后右侧的话是十个，所以说就给它一个十。左侧的话有一个这个导航的一个列表，对吧？导航列表，好，一个小菜单。那么这个菜单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呢？用我们的这个。 List g r o p 来制作对吧？List g r o p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做。我们在这里呢建一个这个 DIV 好，直接给它一个这个 class 呢等于这个 List Group，然后里面呢我们来写这个超链接。好，超链接的话，链接地址先链接到 yourlist.html 吧。然后呢，呃，首先的话这个是什么呢？用户列表对吧？用户管理，用户管理。 加一个这个 class c l a s s 呢等于这个，嗯、呃，看一下，class 先不加吧，啊，先不加，先把这个呢都写完。啊，还是加啊，这 class 刚刚是没想起来，那 class 的话应该给它加什么？加这个 list group item 对吧？好，class 跟 list group 好 list。 class 等于这个 list group。好，第一个呢是用户管理，第二个呢是这个用户搜索，然后呢是添加用户。好，然后呢我们来刷新看一下。好，那么这里的话，这个导航呢覆盖到了我们右侧的这个小的这个菜单。那么我们怎样来处理呢？之前讲过。 我们直接把这个导航的浮动呢给它去掉，那么就可以了，导航浮动效果去掉。好，然后呢再来刷新，好，没问题。然后呢这里会有一个这个默认的选中状态的效果，那么这里的话我们给它添加一下。好，选找到第一个呢，第一个力，然后给它一个 active。好，这样呢就可以了。好，没有变化，对吧？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来做。后面呢是这个页面的标题，那么是这个用户管理。好，那么它是使用的这个 pick h e a d i g 啊，右侧来、呃。首先呢，给它一个这个 div，class 呢等于这个分页标题啊，分页标题 h1，用户管理。好，刷新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么，默认情况下呢，这个字体呢有点大，对吧？有点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这个修改，好，样式给它修改一下。那么看一下，它是在我们的这个 Pick Heading 里面，好，在这里加一个注释，然后选择它，给它加一下它的这个样式。好，先把这个呢写在这儿。我们来看一下，应该对它哪些数据进行处理呢？ 审查元素，看一下它们是否有这些外边距，对吧？好，那么都有外边距。H E 呢和这个 Pack Heading 呢都有外边距，那么需要把外边距处处理一下。然后呢，需要把 H E 的这个字体大小呢进行一下这个设置。好，那么在这里呢还需要给它的这个 H E 呢设置一下。那么 H E 的话，我们首先将它的这个 Margin 呢去掉，然后将这个 Font Size 呢设置成十六个像素的字体大小。好，然后呢是这个。 外层的这个 padding，然后把它这个 magic top 呢给它去掉。好，这个时候呢再来刷新。好，没有问题。然后再往下呢，这里是一个这个 l e v i tables 的一个效果。好，我们来添加一下 l e v i tables，然后找到这个的下面一个 ul，给它一个 class 呢等于这个 levie，然后 l e v i tables。 然后里面呢，给它加一个这个 l 力 l 呢，给它加一个这个 class 呢，是这个 activity。然后 l 里面的这个链接的话，我们给它一个超链接，url list，然后是用户列表。好，然后呢，来刷新看一下。好，没有问题，用户列表。 那么这里为什么我们要使用到这个什么呢？这个 level types 呢？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话，可以进行多个这个力的这个添加。那比如说，我还可以给它加一些。好，那把这个默认选中状态给它去掉就可以了。先给它去掉。那比如说，好，我在左侧有导航，那么这里呢，我们同样可以给它加一些导航。那比如说，用户搜索，然后添加用户。那么这样呢，也是可以的。刷新一下，好，没问题。 用户管理、用户搜索，同样可以加在这里。好，会有一个这个导航的效果。然后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话会有一个这个 table 啊，一个表格系统啊，一个表格。那么我们来写一下这个表格。好，找到 URL 的下面。好，首先呢，给他来写一个这个 table。好，给个 table，然后呢，给这个 table 呢一个默认的 class 也是这个 table。好，然后呢是这个。 table 的这个标题啊，标题区域 tr tr，然后呢 th，好 th 的话，我们看一下，一共是几个标题？一个对吧？一共是四个 ad 用户名邮箱操作，好，来写一下 ad。 用户名、邮箱、操作。好，那么这是标题刷新。好，没问题。然后呢，是详细的这个用户列表。 那么在这个列表里面呢，我们可以注意到，那么这个 A D 呢是加粗的效果，所以说它可能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呃例里面的什么呢？它的这个 T H 对吧？标题。好，那么可以这样来写，body，然后呢是这个 T R，然后 T A T H，好。 然后这个 th 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这个阅读设备，对吧？阅读设备的一个效果啊，sc 等于 r o w。然后第一个呢是 a d，对吧？a d 比如说第一个是一、e,，然后呢后面呢给 t d，啊 t d。那么 t d 里面呢 a d 用户名，那么用户名比如说张三，好，张三的邮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艾特 m a z e d u 好，然后这个操作 TD，那么这个操作呢，好，有一点这个操作我们还需要单独来这个设置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先写两个文字来进行这个保留一个这个内容区域。好，先看一下操作，先把它放上去看一下效果，好，没有问题对吧？张三操作。 邮箱，那么我们多复制一下，哈，复制两份来看一下效果。张三、李四，好，任意的写一个，ID 是二，好，没问题。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操作菜单的这个按钮如何来制作。 好，那么这个操作菜单的按钮的话，它其实是使用到了这个 Bootstrap 框架的这个狼嵌式的哈导航里面带狼嵌式的一个效果。好，那么我们可以打开这个中文网，然后呢找到这个组件，好，然后找到这个导航这里，好看一下，导航这里的这个带下拉菜单的，好，就是这里，好，这个位置。 好，使用的是这个效果。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做呢？我们把这一段代码拿到啊，大家看到，把这个力拿到，然后呢，我们来进对它呢进行一些更改操作啊。复制过来之后呢，先把这个粘贴呢给啊把这个操作呢给它一个替换，好、啊、操作，把标题呢改成这个操作，然后将这个呃、啊、先改成操作看一下吧，先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改操作之后呢，是这样一个效果。点一下，它会弹出一个东西。好，那么这个呢，和我们这边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差距。我们来更改一下。首先呢，把这个力呢，我们给它更改成什么呢？DIV。好，力给它更改成这个 DIV。这里缩进一下。然后呢，然后给这个。 超链接 a，好，把这个超链接的 a 呢，给它改成什么呢？改成这个按钮，好，改成按钮。然后给这个按钮呢，添加一个样式等于 btn，然后呢 btn default。BT Def ault,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那么这个按钮的效果呢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呢是这个弹出层的内容，对吧？弹出层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哪些操作：编辑、删除、锁定、修改密码。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编辑、删除啊，修改密码。打开在 U L 里面呢来操作哈、啊，写一个 d 然后呢一个这个创建键 a，然后给它一个井号来代替啊，给它一个井号来代替。那么后面呢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编辑，好编辑，然后呢删除、锁定。 删除、锁定，还有一个是修改密码啊。然后呢，来刷新，点一下，好，编辑删除，啊、呃，不是这里是这个位置，点一下，编辑删除锁定修改密码，好，没有问题对吧？ 没有问题，和这边呢完全是一样的效果。好，那么我们把下面的这个李氏的也给它这个替换上去，李氏的操作。好，然后呢再来刷新。好，OK，没问题。好，然后呢这个列表的用户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复制啊，复制几份啊，复制 N 份，然后呢让它尽可能显得这个长一些。 好，然后呢，刷新。那么这样呢，就和我们这个左侧呢是一样的效果，了，对吧？好，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个这个什么呢？这个分页了，对吧？分页呢也是这个组件里面呢默认的样式，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代码呢好选一个这个自己感觉比较适用的复制过来就可以了。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直接的复制过来，然后呢粘贴到它的这个后面啊，表格的这个后面呢。 就可以了，然后呢，来刷新看一下。好，操作一，1, 然后呢，呃，和这边的话还有一定的区别，对吧？再来看一下，这里有这个不同样式的，对吧？我们直接把这个后面呢，给它这个加几个，这个 span 的话可以不要，啊，span 可以不要，可以去掉。 一、二、三、四、五、六，好，然后呢，我们来刷新。好，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呢，把这个链接的这个默认样式的话，给它去掉一下，对吧？链接的默认样式，好，它这里有个这个默认的选中，active，好看一下，去掉。 好，然后呢，再来刷新，没有问题。一二三四五六，好，然后后面呢还有个这个向右的这个键的符号，对吧？好，这里复制一下上面的这段代码 <coughs>。那么这里呢要把这个 class d i s a b l e l 给它去掉，那么这个是不能选中的意思。好，然后呢将这个 span 呢。 给他这个符号给它改一下，改成 R，好，那么就表示的是向右的一个符号。那么 L 呢是表示左侧的一个符号。好，然后里面呢将这个超链接的样式也给它去一下，这个也属性也给它去一下也可以。然后就这样来看一下，刷新，好，下一页可以，可以使用。 好，然后呢，我们要让它这个在右侧，对吧？右侧。好，那么这个呢就很简单了。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加一个这个右侧的这个浮动代码就可以了。好，浮动的样式，整个这个给它加一个右侧浮动，class 等于这个右侧浮动，好，然后再来刷新，那么它就到这个右侧去了。 好，那么这是这个用户的这个管理哈、啊，用户管理的这个列表。然后呢，这一课呢我们就到这里。然后下节课的话，我们来做这个搜索的这个列表，好，搜索的这个样式。好，那么这一课我们就到这里，下节课的话我们继续。